疫情反复，二手楼持续录减价个案。将军澳广场有沙士货放盘三星期，减价52万即获承接，获用加斥738万元购入自用。美联物业为南湾半分行助理区域经理林振星表示，该单位为将军澳广场三座低层 H 室，实用面积428尺，属二房间隔，望街景，内龙企里，基座设大型购物商场，吸引区内客承接自用。据悉，单位放盘三星期，原放盘叫价790万，其后调减至738万元，减幅约6.6%，实用尺价约17243元。资料显示，原业主于2003年3月以111.5万元承接，是次转手账面大幅获利约626.5万元，升值约5.6倍。世纪21期丰物业新界东豪宅分行助理区域营业董事周淑平表示，沙田第一城34座高层 A 室，实用面积707平方尺，三房一套间隔，望远景，单位放盘3个月，原开价1070万元，减价71万，减幅约6.6%，以999万元沽售，实用面积尺价14130元。据了解，原业主早于1997年2月购入上址，当时作价480万元，持货25年至今沽售，账面获利519万元离场，单位期内升值约1.1倍。九龙湾德宝花园 H 座低层六室，单位实用面积约282方尺，建筑面积约397方尺，为一房间隔，望内园景及后日园景。利嘉阁地产王牌屋苑淘大一行高级联席董事鲍允中表示，单位于11月中放盘，开价500万元，新近以463.8万元沽出，累减36.2万元或7.2%，实用面积尺价约16447元。据悉，原业主于2018年12月以约405万元购入上述单位，持货满3年，现转手账面获利约58.8万元，物业升值约15%。世纪21日升地产联席董事蔡家俊表示，北角迎品中层 A 室，实用面积376平方尺，一房间隔，坐向南面，外望开阳楼景，单位原开价800万元，放盘1个月，减价30万元或3.8%，最终以770万元沽出，实用面积尺价20479元。据了解，原业主于2011年10月购入上述单位，当时作价490万元，持货2010年至今转手，账面获利280万元，单位期内升值57%。